原标题：斯大林格勒宝贝战到底多惨烈？来看看德国人拍摄的老照片，就知道了。斯大林格勒战役可以说是近代史上最血腥的战役之一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这次战役中，德军和苏军双方死伤人数也高达200万人，可不要小瞧了这个数字。在当时看来，200万已相当于我国在抗日战争中所有正规军士兵的死亡人数。在这次战役中，几乎是两三天一个师的死亡量，士兵们被送上前线，也就意味着他们的生命已开始了倒计时。最终，斯大林格勒战役还是以法西斯德国的失败而告终。返回搜狗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